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和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过得很快，我们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到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祝做这人个人参加到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了，想到三百八十三三百元的八档，做到的梦我都做了，这人个人赚钱多，这不能挣钱不结，想什么你这些多，这钱我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想到三百八十三三百元的八档，做到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我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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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板子人个人帮忙手动。我接拉到江苏了，在边地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就等连公婆家伙那样拉香咋了。东哥罗主正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今年东哥就算是学了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这笔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罗你接着这种的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这能等你到这三品的送用的你做家这的是找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了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是特别重要啊。我们除了听课以外啊，打坐的时候啊，或者是念经磕头做任何善事的时候都要发菩提心啊，不能离开菩提心。凡是大乘佛法的文思修等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菩提心啊。一旦离开了菩提心，这就不是大乘佛法啊。一旦离开了菩提心，或者是说没有菩提心的任何一个文思修都不能啊，是我们成佛啊，所以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发菩提心啊。那我们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而发誓成佛，那就是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佛法啊，然后就是精进的修心，终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去度一切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啊，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讲的课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如何面对心福和痛苦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题目。
那这一类的课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课修法，如何病痛啊转为道用啊。如何把幸福转为道用啊？如何把痛苦转为道用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科啊。什么叫做转为道用呢？比如说当我们面对幸福的时候啊，快乐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呢，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幸福的时候，然后啊就会生气啊，这个傲慢的心啊，傲慢心会欺负别人呢啊，或者是瞧不起啊其他人，然后面临这个痛苦的时候，然后就很失落啊，很痛苦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作为一个修行的人，那应该怎么样面对痛苦呢？面对痛苦有面对痛苦的方法然后通过这种方法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第一自己不怎么痛苦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除了不痛苦以外我们可以把这个痛苦就作为一种修行的动力，把它转化为一种修行的动力，或者是说依靠这个痛苦可以积累更多的这个资粮或者是依靠这个痛苦可以这个修行这样子的方法叫做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那么幸福转为道用的方法也是这样子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物质，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可以说是一个物质最发达的一个这样子的时代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物质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非常的丰富，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呢我们的精神是非常空虚，每一个人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把这个物质生活有意无意当中就是提高了，这个的水平提高了有些人甚至不想这么提高，但是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个整个人就是往就从一个方向走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是自己愿意的反正所有人都是往一个方向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物质生活提高了以后呢，我们所需要的也是很多那么所需要的这个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是付出代价，付出很多的代价，时间上精力上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在这个付出代价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的这些挫折那么在这些时候呢，我们的人的这种精神它本身就是有一种成熟的这个力度超过了这个成熟的力度的时候人就是很有些人就会走极端的路或者是很多人就是这个精神上承受不了了以后呢然后就在精神上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病就像忧郁症之类的这个精神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种方法需要一种方法去面对这个物质生活，还有就从物质生活当中产生给我们这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这些痛苦
挫折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些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现代社会来说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尤其是我们佛教徒都在说这个学佛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意思就是说用佛法来解决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这是没有错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以佛陀的人生智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发现的遇到的面临的这些痛苦怎么样用佛陀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很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佛法是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的问题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是呢从眼前的情况看我们在没有成佛之前或者是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在就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遇到很多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呢这些痛苦对我们的打击创伤也是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法呢既能够解决现实当中发生的这些一切又能够同时又能够积累福报对我们的修心也有一定的帮助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是最理想的方法了最理想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去吃药那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也许暂时可以控制一下，但是呢，只是暂时控制而已只是暂时控制。但是我们能不能依靠这个药物积累资粮或者是这个提升自己的心灵或者是提升自己的修心的进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控制一下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痛苦仅此而已。那么我们的这个佛法里面的这种方法呢，它同时有两种作用一个就是我们面临痛苦的时候呢比较轻松的比较自由的解决这个问题既能够这么做同时也可以积累福报，这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的就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关爱是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所有人都是向物质而看向钱看除了钱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认除了钱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就我们有虽然有很多的这个物质享受就是我们的祖宗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的时候都没有梦过的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已经是一个常用的东西了但是呢这些物质虽然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我们的这个欲望没有减少，没有减少。按理来说按理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物质的条件交通工具也好，通讯工具也好，各种各样的那按理来说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来比较的话，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足应该有这个满足感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满足感反而增长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不满足，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没有满足感对这个现实生活越来越没有满足感那这些东西呢，这些物质激发了我们的这个欲望，对物质的欲望
然后我们的这个欲望呢，就是无限制的这个膨胀啊，那这些欲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尤其时候呢，这种痛苦是物质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跟过去的人更加的这个有满足感，但是我们没有，更没有满足感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机械化的东西有电脑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人就比过去祖先跟我们现在比的话，按理来说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比较自由的空间自由的时间，按理来说是应该是更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么多的机械化的东西，这么多的电脑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按理来说我们就应该是这个时间是应该是更多的这个自由的时间但是没有，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那么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很多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种解决的方法不是药物药物解决不了，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一种修心一种修心那我们通过这种修行的方法解决我们的内在的这些问题同时也可以增长我们的这种修心的这个智慧慈悲心，同时也可以增长这个出离心，然后也可以积累福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的话，那这是非常需要的对我们来说对现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成佛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眼前的很多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话，因为这个对我们的打击非常的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根本就在这些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这些压力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向前走是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我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很有好几种就是类似的这个修法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但是内容跟以前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就讲一个这样子的修法这个修法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得上这个没有很多的没有复杂的理论然后呢这个修法呢我们可以直接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直接可以运用这个然后也很有效果一个这样子的。那么我这个修法跟大家讲一下那这种修法我们什么时候修呢这个当我们面临一些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家庭或者是感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公司破产等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去修这些方法修这个修法那么有人说这些修法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呢肉体上，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有痛苦那这个我们能不能解决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呢那它直接解决的这个我们修法直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肉体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问题痛苦但是精神的痛苦跟我们肉体的痛苦呢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如果他想得开，然后呢精神上有这样子的方法的时候呢生病的时候
他没有把这个冰啊，或者是他遇的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啊逆境，他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痛苦来看啊，他没有拒绝啊，而且他非常乐意的心态啊去接受啊，然后呢，他把它当做一个机会啊，当做一个促进我们的修行的进步的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来看的时候呢，当他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虽然肉体上是有痛苦有病痛，但是他内心是充满了欢喜心啊。那么以这样子的欢喜心去面对啊，面对我们的所有的逆境啊，所有的这些委员不顺利的时候呢，啊，虽然是肉体上啊。有病痛，但是呢，因为内心的这种欢喜心，就可以压制肉体上的这种痛苦，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并不是说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修，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大症，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有一定的帮助，肉体上啊也有帮助。肉体的这个痛苦呢，它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解决的，它有一定的帮助，这是一个。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啊，那生病的时候呢，啊，有些人就生病的时候就很抱怨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是呢，抱怨想不通啊，为什么我这样子生病呢？为什么是轮到我头上呢？为什么是我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内心，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以外，精神上。啊，有很大的这个打击、创伤、痛苦啊。那这时候呢，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然后呢，就增加了啊肉体的这个痛苦，这相互之间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病情啊更加的严重啊。所以，精神是很重要啊，精神可以。完全一个没有啊病，一个健康的人啊，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病人啊，精神上的痛苦也可以把一个病人啊，一定会夺他的性命啊，这个都有，就像抑郁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精神上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怎么样解决啊？就是用修法，用一种修行的方法来解决，这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法呢？啊，首先我们讲，当我们面临幸福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啊，幸福与快乐啊，什么样的区别呢？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种感官，感受到啊，他喜欢的这个东西啊，这些都叫做快乐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谓的快乐。然后第六意识啊，除了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以外，第六意识他感觉到他对他的生命啊，对他的工作啊，对他的一切非常的满足，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感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喜悦啊，然后这个第六意识它有一种喜悦感、愉悦，那这叫做幸福啊，这就是幸福啊。比如说我们的舌头啊，尝。他喜欢的味道啊，甜的啊，或者是其他味道的时候呢，这个不叫幸福啊，这个叫做快乐啊。那么快乐就是五种感官的这周围啊，或者是通过五种感官所发生的啊，这种感觉到的啊，这种感受啊，叫做。这种感受啊，人愿意接受，而且大家都比较追求的啊，这叫做快乐的感觉。然后第六意识的，这叫做心腹啊。简单的说是这样子。那我们面对快乐的时候也好啊，面对幸福的时候也好，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不学佛的人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啊，那就他。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幸福呀、快乐呀这些都就被浪费啊，被浪费了。什么叫做被浪费呢？他感受到这种
快乐或者幸福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用来作为这个修行的材料啊，只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力量啊，自己以为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生活是应该的啊，然后呢，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然后呢，其他人都不如我啊，然后呢，瞧不起等等，会产生这样子。但是一个学修行的人当我们感觉到我身体很健康然后呢家庭和睦然后有稳定的收入工作也是很顺利没有任何的这个精神上和这个肉体上的痛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也要去修心，这个很重要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修心呢？平时我们对生活就是这种满足感这种幸福感是很难有的比如说发财了有好吃名车豪宅这样子的时候呢，有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幸福感快乐感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一切都会淡化就慢慢就会没有的，所以这个感觉不到麻木了这个时候呢，如果离开了这种生活的话，那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如果不离开，一直都有这种生活的话，那就也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幸福，跟普通的人的他过他的生活和这个从感受上讲从感觉上讲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旦离开这个生活，那就很痛苦的。然后我们想买一个比如说一个名表或者是一个名车就想了很长时间，然后就为了这个奋斗去赚钱然后就是终于卖到了终于卖到了以后，就以前我们以为我拥有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很快乐的但是如果真的拿到手了以后呢，拥有了以后呢，其实我们以前想象的跟完全是不一样有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三天当中呢就觉得很好但是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就自己很有幸福感很有快乐感的这样子的时间是不多的，这种时间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望越拥有的越多就是越增长然后呢达不到这个满足不了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我们能不能我们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这种欲望呢？这个是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人没有办法，一旦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会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拥有一个比较满足的时候，满意的时候，或者是幸福感的这样子的时间是很短的不满意的，没有安全感的，焦虑的，忧虑的，这样子的时间是很多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人生是痛苦的，轮回是痛苦的这个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说天下所有人都是穷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钱，所以是轮回痛苦，他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说天下所有人都会生病的，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很痛苦，也没有这么说但是呢，当我们这个有钱的时候非常富裕的时候，或者是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这些时候呢，我们也就感觉一般，在一般情况下感觉不到麻木这样子以后呢，就感觉到幸福的时间还是很少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人是六道轮回当中
比较啊，这个比较层次比较高的生命，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你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积累了很多的福报，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做人啊。那么我们今天做人，既然是一个闪的国宝啊，福宝的话，那么也应该有幸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幸福，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幸福啊转为导用修心啊，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没有身体很健康啊。各方面都很顺利的时候啊，或者是去度假，到某一个地方去啊，把所有的事情、烦恼的事情啊、工作呀、家庭的很多的这些烦恼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全部放下啊，就到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去啊，就安静几天的时候呢，感觉到啊，很幸福、很开心、很舒服啊，很快乐。有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得到那这时候要修这个法要修这个法。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修法呢？首先就打坐打坐的时候，这个毗卢伽伐呀排除污气呀观想啊这些我们都已经介绍过，这个慧灯之光里面讲的也很清楚，还有大圆满的潜心啊，普贤上师演教的这个秘籍，或者是潜心的备忘录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然后静下来首先皈依做皈依，然后就是发心发菩提心，皈依和发心，皈依和发心。做完了以后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世俗谛的方法，另外一个是深义谛的方法。从世俗谛的角度，把心福转为道用然后另外一个呢，从深义谛的角度，把心福转为道用。心福转为道用有两种方法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心福呀，一定要转为道用的我们不能以为不能以为我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不能这么认为。那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比如说这个全世界还9亿多人的这么多人还不能解决温饱的问题然后呢，就剩下的有这么多的精神上的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精神病每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压生活下感觉到一个轻松自在、幸福是不容易的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以为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这个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生活我拥有一个这样子生活的时候呢，那我应该珍惜珍惜它把它转为道用就是把它不要把这个生活就浪费掉这样子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呢？首先首先要想到我们天下所有的众生从我们人类来讲就是天这个全世界70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拥有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追求。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也是哲学家也就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的目标是追求幸福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的目标就是追求幸福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我们要去追求一个非常世俗的这种享乐主义者的这种目标我们不是要去追求这个享乐主义者的这种一个世俗的幸福，那是什么呢？大乘佛教
他追求不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是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啊！不仅是这一生当中的幸福，而且是生生死死的幸福啊！不仅是我们世俗地的幸福，而有楼的幸福，而且是这个五楼的啊，五楼的这个幸福。这样子的幸福啊，只有佛法啊才能够啊给我们啊这种幸福啊，佛法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幸福。所以啊，我前几天也讲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佛教其实是一种超级的幸福学啊，是一个超级的幸福学，跟其他的世俗的这些幸福学是不一样，它是一种超级的幸福学。那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要知道啊，我静下来首先要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全球这么多70多亿人口都在追求啊这样子的健康啊，都在追求啊幸福，但是呢啊，拥有这样子幸福的有多少啊？很少的啊，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富裕，非常有钱啊，但是呢精神上根本就没有幸福感啊，精神上没有幸福感的话，那么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幸福感了啊。所谓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和痛苦是什么啊？痛苦和幸福这两个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啊，就叫做痛苦啊，一种特殊的这个感受叫做幸福啊。当然这个幸福和痛苦它的渠道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途径啊，途径产生这个痛苦和幸福的途径是有些时候跟物质有关系，有些时候跟物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的本质啊，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特殊的感受，这个我们大家都每个人都有经验，大家都知道啊。那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这种幸福感的话啊，那么物质再丰富也好，再成功也好，再有名气也好，再有地位也好，实际上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是不幸福的啊。所以真正能够拥有这样子幸福的人呢，是很啊，这种人是很少的，我们全球这么多人当中啊，也是很少的。有财富的人是很多的啊，很多，有权力的人也是很多的，有名气的人也是特别多的。但是呢，真正有这样子的轻松自在啊，自由啊，而且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啊，有非常满足的一个这样子的幸福感啊，是很少啊，很少。那有了我们，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啊，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这样子的这个幸福，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啊。我现在得到了这样子的幸福，那么没有其他人没有得到，那么没有得到啊，希望得到这个幸福的这些生命啊，这些众生是什么呢？啊，他们曾经啊，都是我的父母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啊，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啊，就是除了我们的父母亲人以外啊，除了一个圈子里面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陌生人。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啊，或者是轮回啊，就不仅仅是就这么几十年啊。我们把轮回啊，不要以为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一个这么短，这是一个我们这一生当中，比如说20、30、50、80年、100年啊，那么这是一个轮回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啊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轮回有24小时的话啊，那我们的人生这一生，我们比如说可以活到100岁的话，那么这个100岁是这个24小时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呢？它可能是啊1秒钟的1/1000或者1/1000啊，那么1秒钟的1/1000的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来衡量啊，整个24小时的这个。时间是错误的啊，1秒钟的1/1000的这个时间来啊，这个判断或者分析啊，24小时这个是错误的啊，这错误。所以我们轮回是一个这样子的漫长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些全球的七十亿的人啊，其他的人除了我自己以外的其他所有的人啊，曾经啊都是我们的啊父母啊。今天我拥有啊这个幸福的生活，那么他们没有啊，没有幸福的生活啊，不但是没有幸福生活，而且啊就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挫折的这些人啊，我不能以为他们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啊，不能以为我跟我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他是我的啊，曾经是我的这个父母，然后呢，曾经啊，他们曾经是我作为我的父母的时候呢，那就是像我今天的父母一样啊，对我有这么大的恩德啊。我们今天这座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啊当爸的当妈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父母对啊对儿女的啊这种爱啊，这种关心关爱啊是什么样子啊，每个人都知道啊，是一个母爱，是一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除了佛陀和菩萨的爱以外啊，在这个实书当中啊是最伟大的爱，这个是我们的语言都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这样子的爱。那么这些人曾经对我啊都拥有过，对我有过啊这样子的这个恩德和爱啊，那现在我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得到。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想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啊，我的这个幸福啊，福祉给他们的身上，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呢，啊，这时候我们从发自内心的希望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天下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众生，就像我一样啊，都拥有这种健康的身体啊，都拥有这种幸福的生活，这样子啊，要发愿啊，发自内心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能，因为我这样子修的话，这是慈悲心啊，啊，我可以积累资粮啊，以后呢，我会更好的啊，我会更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手段而已，其实是一个啊，做一些自私的一种啊，自利的一种手段啊，是不能这样子。但是因果不虚啊，我们啊，希望天下所有人都拥有幸福。啊，这样子发愿发心的话，当然啊，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福报，这个是有的，这是因果不虚。但是呢，我们不能为了这个啊，就是为了自己更好，所以啊，我去发这个心，这是不对的。这时候呢，先不要考虑啊自己的这些福报啊，自己的这些以后的这些啊这个国宝，我们不去想。也会有的啊，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啊修的话，反而就不会有啊，所以这时候不要考虑自己，我们就诚心实意的啊，我希望啊天下所有的众生也都拥有啊今天我感受到的这种幸福啊，所有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幸福啊，包括地狱里面的、畜生里面的、监狱里面的啊这些人或者这些生命，也都拥有啊这种幸福啊，这样子发愿啊，发愿，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做。这个时候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这个幸福转为道用，就是有两个问题，两个啊，第一个是这个啊，这个我们诚心实意啊，发自内心的啊，希望天下所有众生啊，都拥有我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幸福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我要想到啊，我今天啊，比如说这么天下这么多的人当中啊，这么多的人连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然后呢，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虽然是很有钱啊，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啊，没有这种满足感，所以他也没有幸福感。有财富的人呢，就是啊，没有幸福感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轮回当中，
有健康、有幸福、有安全感这样子的人是很少，但是我有，我是极少数的人之一啊。那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是不是偶然的机会呢？是不是上帝高兴了？是不是给我的恩赐呢？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呢？这是我自己过去积累的这个福报。我们不要因为我很聪明天下的这么多几十亿的人都不聪明所以他们没有感觉到幸福的生活。我很聪明，所以我就感觉到了幸福了。不能这么想不是这样。连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这些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很多人是肯定是完全他们的聪明完全是超越。这些，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时候完全是这些人的这种智慧或者这些人的聪明，完全是超越了我们或者是这个感觉幸福的生活的这种人的这个智慧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他们就是缺少了一个福报福报，所以他聪明再聪明他再能干，再怎么样。都没有干没有发财，或者是发财了，但是呢也没有幸福感那我为什么有呢这就是不是因为我很能干也不是因为我很聪明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条件，那是什么呢？那这是绝对是我自己的过去的福报过去的福报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过去的福报那么过去的福报给我带来了今天的这种幸福生活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做？以后我怎么做呢我应该更加的继续的积累福报我一定要，我享受过去的这个福报的同时，我一定要不能忘记进一步的去积累福报。为什么呢？我们的作为一个学佛的人，那我们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成佛，但是呢成佛之前呢，那我们也需要福报如果没有福报的话，那么我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了。那么我们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哪有这个修行的时间哪里有听法的时间？都没有了只有去就为了这个温饱的问题就拼命的去赚钱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什么修心文思修就根本就谈不上那么这也是有福报的原因那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去积累资粮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现在已经很好我有健康那我也有钱我什么都有了我已经非常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修行呢？我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有些人会这么说，但是这个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是现在是健康有钱各方面工作顺利，一切都很好但是呢，这种一切都很好的这种状态能够持续到多久？下一世是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有没有保障呢？根本就没有保障那不要说下一世，再过10年以后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如果10年以后我的财富上面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拥有很庞大的一个财富，但是身体会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健康呢？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好说很不好说。然后呢我现在的精神的状态很好，但是呢10年以后会发生很多很多，会很多事情都会有变化的，包括自己的身体事业各方面都有可能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个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种变化当中我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样子的心态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不需要修行了，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去修行这种心态10年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5年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这个是不能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是一种很愚昧的说法和做法这是不对的。
这叫做自欺欺人啊。所以啊，我们进一步的去啊积累这个资料啊，这两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平常大家都是我们的一种口头禅是什么呢？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这句话是没有说错啊。怎么样去啊融入到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融入的方法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啊，融入到生活，或者是我们把痛苦转为道这个道，或者是把生活转为我们的修心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呢啊，它的前提是什么啊？前提首先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转化啊。是吧？要懂得为什么要去转化，怎么样个转化的方式啊？这个我们要懂，如果不懂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转化。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记住，就是拥有财富的人啊，拥有健康的人啊，那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啊，去创造啊更健康的这个条件啊。进一步的去创造更幸福的因素，进一步的去创造更有财富的啊、这种这个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些都是因为我这一生当中的努力啊。当然，我们比如说啊，健康也好啊，这个财富，尤其是财富，当然就离不开我们这一生当中的啊这个奋斗努力啊。但是呢，这种奋斗很多人也有啊。啊，这个努力并不是这种成功的人才有，很多人也有啊，但是很多人不成功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无形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因果啊，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创造这些条件。如果我希望拥有的话，那就进一步的去创造。如果不懂得去创造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农民啊，今年啊他有丰收啊，有丰收了啊，然后呢？他非常的满意，很满足啊，然后呢，他就用今年的这种粮，这个粮食，然后呢，他就忘记了啊，进一步的去种地啊，那这样子的话，今年没问题了，明年也许可能没有问题了，那再过两年以后呢，那么他就没有吃的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啊，这个进一步的去积累福报，积累福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需要福报啊。然后呢，有些人觉得福报啊是很世俗的啊，我们修行人就不需要福报了啊，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有福报啊。修行的时候如果没有福报，根本就没有修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这么少数的人才有这个机会啊，其他人没有呢啊？那也就是福报啊，就是福报，没有福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个啊，是从世俗的角度讲的，这两个是我们啊，当我们感觉到自己非常幸福的时候呢啊，一定要去修这两个啊，这个很重要的。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新逢教校报恩月，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地藏法会，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时间每日下午1: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0383116730，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新逢教校报恩月，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中原普渡暨盂兰盆消灾超荐祈福法会，恭送盂兰盆经，报父母恩重难报经，现实供养，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护生佛前大供，恭请湛勇法师主法，日期8月2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0383116730，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认清这身与意的本尊，鲜明显现，有如大印，自始即自然圆满，无需寻求，乃是觉醒境界的体性。认清道，在由此认识之后起修，即是由修单一本尊而修一切佛陀。认清本尊的身形，鲜活现起，而不会衰败或消退，并且超越出生与死亡，这就是关于身大印的直指教言。我现在要给予与三种子字的直指教言。认清你头上的白色翁字，是善事身的体性。喉间阿字是善事语的体性。心间的哄字是善事意的体性。认清翁字能清净三界一切有情众生在身方面的遮障，阿字能清净三界一切有情众生在语方面的遮障，哄字能清净三界一切众生在意方面的遮障。在身与意遮障清净之后，将升起三种成就的征兆。经由翁成就身，你的身体会升起大乐，因此认清此为大乐法身。经由阿成就语，你的话语会产生力量，因此认清此为法性的声音空性之语。经由哄字成就意，你的心中会升起了证，因此认清此为法界的无念现前。这些鲜活现前时，会出现三种的不间断。
翁为吸气，从你的头顶显现。阿为助气，从你的喉咙显现。哄为吐气，从你的心间显现。认清这三个种子字，习习不断，有如你的呼吸，即是金刚颂。这是关于语三种子字的直指教言。